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Sukiyaki United。今天呢是2017年的最后一天，所以今天我们要放出这一年来，所有视频的幕后花絮和 NG 镜头。希望你们喜欢。对，安东说希望明天，不对，明天也差不多了，希望明天也可以继续看到你。拜拜，明年见。今天我穿的是来自国牌 Precious Club 的罗宾，还是评论抽吧，这次就不用造句了，只要在我们啊，好的，那么以上就是 Sukiyaki United 2017。罗娘和照片是一个，罗娘和照片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。单品初开始入，净月这个原创洛丽塔鞋，原创鞋子，我完全可以想象到于建会拿了这样一个包，在这个检查厅，而且上身之后，我觉得，对，忘了说，今天我穿的是来自 Innocent World 的 Innocent World。好的，谢谢。没事。哎，有一个问题，回来。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Sukiyaki United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聊一下，这个扇子老是打不开呀！不行，这么中二的镜头一定要拍好。你有百鬼圈的话，可以砸百鬼夜行，百鬼夜行。这根本就不是粉色呀，喂，好看是好看，但不是粉色。然后让我们继续看下一件，把这个放哪儿呢？扔过去，叫什么？公寓利骑士，必先利骑器，不先必先善公寓善骑士，必先利骑器，两个不会讲中文的人。就这个其实啊，那不是来，这个其实这个。好了，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次古典玩偶百人种草机百人，百人种草集团，百人种草集团。好的，那么以上就是来自古典玩偶这个百人机，百人种草机。哦，我们做了，好的，那么首先我要向郑姐展示我为她选的那套搭配。重新改一遍。白舞啊。对，然后这两件都是，哎，真的蛮好看的，你们看不到，但是我可以看到，嘿，我觉得挺可爱的。下面写着将我描述的，哎，不对。另外呢，我也是给姑娘说，我觉得没关系啊，你可以先买 JSK 来穿多了，你觉得没意思了以后，你可以拿去裁缝那里改成一个 SK，厉害吧？我们还是坐下继续说，是吧？站着有点累。作为一名优雅的 lady，当然要坐着说话了。然后第二个，它也可以理解成你住在哪儿，就是 Where are you from？ 我家这边真的是警笛声。中国人的话，其实最晚从中学时代开始就已经非常习惯看弹幕，不是看弹幕，看字幕。晨雾繁花二型活血金。